走向我们的是尹帅，来自中国体育春秋俱乐部。啊，哎呦，两个人，哎，又来又戏了，开始是冲过去。找一个机会打交叉，李帅直接爆了，突然压胯，李帅想再摔，已经靠在绳圈边上了，插那把，爬上去，再爆，好，连续的砸击，哎哎，有机会，绕出来，再开始砸击，这个位置如果松原没有头部控制的话，是很难防守的，这。是有一绳啊，这要是没有绳，我估计松原都不一定能扛得住了。啊！李代结果红发。